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比较消息让人难过的是艺人艾辰的追思会哦，在今天下午1:30举办了，并采用的是音乐会的形式完成艾辰的梦想。不过今天的王彤出席的时候呢，被发现似乎因为太难受瘦了一大圈。艾辰离世过后，王彤是靠着意志力坚强的过活，这几天又忙着处理后事，因为家人24小时的轮流陪伴，他才勉强的吃了一点食物。如今见到她暴瘦的模样呢，看得出她对丈夫的思念，也让粉丝相当的心疼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。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